刘经理，您是？我是他妈，他去财务那边了。哦，那我待会过来。等等，帮我去倒杯水吧。阿姨，您的水。哎，帮我把这泥消了吧。这。一个小职员，叫你消你就消呗。阿姨，你的梨子削好了。哎，帮我捶捶背吧。我这职位再小，也不能为您私人服务吧。做人啊，不能太呆板。之前那个姓王的秘书，就是不开窍，被我女儿给开了。哼，原来王秘书是因为这种事情被开除的呀？那刘经理可真够任性啊。那是，在这里啊，除了董事长、总经理，就他最大，你们啊都听他的，他呀听我的，去留就一句话的事。好，好，我这就给你捶背。用点力也没吃饭呢。哎，又死啊！这么用力。您不是说要用力一点吗？女儿，你来得正好。这个人啊，叫他交接一下工作，明天不用再来了。妈，这是我们孟总。那你大还是他大呀？我是经理，他是总经理。啊，原来你是总经理呀。刚才呀误会了，闹笑话了，你呀千万别见怪啊。没事的，阿姨，你又不是我们公司的员工，是不是牛经理嘛？我治不了他，我还治不了你吗？赶紧去交接一下工作，明天不用来了。